朱婷11分钟国女排3比0度亚运两连胜中国台北三局仅38分。腾讯体育讯北京时间8月21日 ,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女排小组在今天展开第二轮的争夺。B 组的中国女排3比0轻取中国台北队赢得两连胜，三局比分为25比10、25-14 和25-14。由于中国台北队实力有限，二传丁霞一在全力调动其他攻手，队长朱婷首发打满全场，贡献11分足矣。北京时间8月23日下午17点30分，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第三个对手韩国队。比赛焦点，双方首发中国女排派出了全主力阵容首发，朱婷和刘晓彤搭档主攻，袁心玥和闫妮搭档副攻，二传丁霞、金应曾、春蕾、自由人林丽。中国台北队则派出了主攻李姿莹、陈姿雅、金应、张丽云，副攻曾婉令、黄新菊、二传谢以真、自由人赖湘成。技术统计，中国女排两人得分上双，袁心玥贡献12分，朱婷得到11分，曾春蕾贡献9分，刘晓彤、胡明月分别砍下7分。中国台北队方面则无人得分上双，陈姿雅贡献全队最高的6分，李姿莹得到5分，曾婉玲也有4分入账。比赛回顾，首局比赛闫妮短平快得手后发球直接得分，帮助中国队2比0领先。张丽云直线得分，袁心玥拦网得手，刘晓彤探头建功，曾春蕾发球得分，丁霞拦网得手，中国队扩大分差至5分。李姿莹一攻渡轮，双方交替得分，朱婷强攻得手，中国队8比3领先，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。朱婷闫妮进攻连续得分，朱婷发球轮带动拦网，刘晓彤、曾春蕾以及闫妮先后建功，中国队扩大分差至13分。刘晓彤进攻得拦，丁霞过网击球，台北绝成7比18。曾春蕾一攻下球，刘晓彤反击连续下球，中国队扩大分差至14分。黄新玥拦死袁心玥快攻，但之后发扣自失不断，随着龚翔宇反轮打球出界，张丽云进攻失误，中国队25比10先下一城。第二局曾春蕾拦网得手，李姿莹反轮得手，袁心玥拦网得手后发球失误，双方战成两平。刘晓彤一攻打中，曾春蕾发球轮连续涨分，随着胡明月被快得手，中国队8比3领先，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。陈姿雅发球得分，朱婷强攻犀利，陈姿雅后攻打中，双方交替得分，袁心玥拦网得手，曾婉玲被飞打手出界，李姿莹反击打中，台北队追成8比12。曾婉玲吊球得分，袁心玥前快打中，胡明月拦网得手，中国队16比9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。袁心玥发球直接得分，曾春蕾拦网得手，胡明月被飞连续打中，中国队扩大分差至10分。陈姿雅打手出界，刘晓彤还以颜色，双方交替得分，龚翔宇进攻得手，袁心玥拦网得分，中国队24比13领先。张丽云交叉球得分，朱婷强攻打中，中国队25比14再下一城。第三局曾春蕾强攻连得3分，张丽云一攻失误，中国队4比0领先，双方交替得分，胡明月左手处理球得分，李盈盈反击打中，中国队8比4领先，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。曾婉玲快攻打中，袁心玥拦网得手，李姿莹进攻失误，中国队扩大分差至6分。中国女排多点开花，黄新瑜进攻下网，朱婷反击得手，中国队18比6领先，袁心玥带后场得分，朱婷大吊攻打中，张丽云进攻得手，朱婷拦网得分，中国队21比8领先。陈曦、曾婉玲先后拦网得手，胡明月进攻出界，台北队连追3分，局末朱婷强攻稳住局面，随着袁心月拦网得分，龚翔宇反击得手，中国队25比14拿下比赛。翁登明相关阅读花絮
龚翔与替补两相破小伤之说。自由人王梦洁惊艳得分央视。女排首局打出高质量盈盈发球，够对手喝一壶非单人的免责声明。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